我倒觉得冯志宽今天讲另外一句话，其实我们要给他掌声的。这个对，这个这是台美国送给台湾的$50亿的这个军援是 free 的哈。他说台湾会付出什么样不可预期的代价？这句话我是觉得提醒了全国的老百姓，台湾不是穷国哎，台湾国民所得35000块，在世界上算是中上的国家，台湾不缺那个$50亿。你美国为什么要送我$50亿？美国钱我们会争取到6000亿对不对？5000-6000亿六千亿美，我们绝对不差那$50亿。就你有6000块，你在乎5块吗？就是你送给我这个$50亿，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其实冯志宽点出来这个问题，至于他想说哦，他叫指责说你不要去批评那个东西，我是觉得记者问的，其实我是觉得应该是问东，结果他去问西了。